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诺拉拉顿尼系啊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今年24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结咗婚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有，一个仔，5岁。你有冇照顾过 B B 啊？有。你点样照顾 B B 啊？帮 B B 整凉，帮 B B 换衫，帮 B B 换尿片，喂 B B 羊奶，喂 B B 食粥，抱 B B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以前喺阿妈做嘢，成年2011到2015。你喺印尼照顾几多人啊？有3个人，先生、弟弟、一个仔2岁。你每日做啲乜嘢嘢啊？我照顾细路仔，洗衫、用衫、蒸干蒸屋企，洗车。系。你识唔识得煮饭啊？识。你识得煮啲乜嘢啊？蒸鱼、蒸细蛋、番茄蛋黄、番茄炒蛋、水炸文芥、炒菜。哇！你都识煮好多嘢喎、啊。好，唔该晒你，喺香港见。喺香港见。拜拜，再见，先生。